虎扑10月21日讯，塞维利亚前锋奥坎波斯在和切尔西赛后接受了塞尔电台的采访。没有取得胜利有些遗憾，我们在比赛中直到最后时刻都在努力，但是我们也知道切尔西的主场非常难打，而且对手也在全力以赴，这个时候也确实很难办。双引号，我觉得比赛中我们很多的方面都是占据优势的，防守上我们更加稳健，进攻上我们表现更加出色，创造了很多的机会，我们确实可以做得更好，但是也需要明白对手也在努力，这是无法否认的。双引号，塞维利亚已经准备好了应付艰难的赛程，我们拥有很多出色的球员，大家也都对这个赛季充满了期待，我相信塞维利亚这个赛季能够打出精彩的表现。双引号。